江湖上传说，在赌神退隐之前，曾经送出两个牌给对他有恩的人，只要哪个能够拥有这个牌，就可以要求赌神出手相助，达成在赌界必胜的美梦。至今已经有一个无故返回赌神手中，剩下那个就下落不明。咩事啊？入边有条友嚟揾食，仲谂到好大。做咩唔派牌啊？惊啊？假噶啲钱？哇！唉，唔好意思，浪大啊。喂，做咩唔派牌啊？好大咩？系啊，廿万。我同你赌咧，系啊，即管嚟啊！你休息一阵。咁多位老细，嗰边发财啊！去嗰边坐啊！啊，唔该唔该啊！新牌啊，使唔使 check 下噶嘛？大牌啊！冤市面，买唔买保险啊？我俾你只收钱都未到你啦。好。甩咁耐打麻雀啊？谂下唔得啊！搵烟啊！廿点保险啊？搏唔搏啊？揸过世都远啊！搏咪好啦，烟啊！又是喎，仲是喎，十四点仲要播，廿一点，哎，范叔，带咗几多本嚟啊？一万，攞翻走啦。多谢，攞埋啲烟走啦！冲个水，大浪啊，大佬！走，我睇下糖水先。攞翻出嚟。咩啊？攞翻出嚟啊！咩啫？攞翻出嚟啊！乜嘢啊？仲问我乜嘢？呢啲乜嘢嚟噶？我自己嘅。
你自己嘅。你冇搞我啊！我仲要补水噶。我话你排人啲钱啊，真啊！你依家排咗人哋嗰啲烟啊！去啊嘛！记住啦，你最兴咧就自把自为嘅，阿杰啊！无论如何咧，都要同佢碾到底。你都知道山本太郎份人啦，输亲俾佢嘅咧，都俾佢玩到残嘅。如果今次俾佢赢咗，我哋以后咧就好难企噶啦。哎，唔好喺架车度食烟啦，认识佢啦。系，范叔。第二十万，估唔到只葵扇烟嚟咗我呢度，我唔去，你唔去啊，我都唔去咯。花话事。五十万，永飞，你唔好忘记仲有一千万喺我度。我呢只船起码值一千万。
你揾个咁嘅反骨仔，睇错人，多谢。唔好掂，你啲钱我输得起，怪又怪你自己冇料。而家系我话事，高桥，佢哋嚟之前每人都收咗个钱，而家系我嘅人。快速走，我边个走？快速！警察未？应该到噶啦。走。成日戆居居嚟呢度望住架赌船都冇用噶，积极啲。喂，我同啲 friend 搭咗条路，拉你踩上去，咁你咪可以杀个片甲不留咯。得噶，反叔唔 like 啊。哎呀，静静鸡上去冇人知噶，等你死到条心啊！我唔系想上去啊，我讲过好多次噶啦。呢只船以前是反叔的，他在那里看着我，他看到你大，他还好看得起你，还教了你很多很多东西，还教你做凳脚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往往都说这样的东西，搞搞新意思得不得？没点新意。你个往往都钓不到鱼了。谁说我钓不到鱼的？嗱，这些是什么来的？跟你的眼睛这么小，哪里似鱼啊？说什么来？雨细雨细，你做咩话我眼细啊？礼真噶嘛？好，你死啊你！顶你，打你，踢你，死你！炮哥咧？炮哥喺船尾啊！我接唔到尖生啊！咁多人去接尖生都接唔到，望咩望？你班食屎狗冇个用脑谂嘢嘅，我餐餐带个老母翻嚟俾我闹得噶。做咩？用扮谂嘢咁嘅样？尖生改造咗班机啊嘛，咁啊 check 下佢啊，碌叉五企喺度。阿哥，啲客上咗船啦，就嚟。
生，你呢只船。老范喺咪度？范叔，我真系唔知道你会搞成咁样。呢几年嚟，我喺出面赢过唔少人，学到好多嘢。呢啲都系多得范叔你啫。仲有好多衰嘢我唔知添。看你点睇啦。我唔识睇，睇错你。你想点？我谂嘅嘢，范叔你冇理由唔知嘅。亚洲赌局就快开始，阿杰啊就嚟放假。你输过俾佢，你怕遇到佢。阿杰系亚洲第一快手嚟。啊，我今日嚟唔系同你讲呢啲，我想同你倾生意。个赌神牌你要几多钱？如果个牌喺我手上，你仲会喺度？你想等阿杰翻嚟收拾我，你又攞翻个彩。范叔，呢几年嚟我唔系白蒲嘅，我赢咗泰国嘅贼差。日本的亚妈打散，我收晒料先至嚟嘅。系你饮醉酒，同佢哋讲话个牌喺你度。就算我有，都唔会益你。死咗揽住啲嘢都冇用啦。杀咗我啦！唔好咁冇意思。冷静啲啊！我只系同你商量一下啫。你老人家识谂嘅嘢噶啦，早啲瞓啦。卖苹果嗰条佬系揾笨噶，所以我咪攞到佢一个咯。坐稳啦。跟住呢个地址，将呢啲嘢交俾一个叫做吉叔嘅人。点解你唔话我知？就问詹永飞揾你做乜嘢？你一定要等到个嚟为止。里边啲嘢好紧要，迟啲你会明白。搞埋啲嘢之后，就自己走咯。大佬，我条命系你捉翻嚟嘅，我点都跟到底。嘉怡啊，范叔神神秘秘咁搞乜嘢啊？吉叔又系边个啊？听唔到啊？唔知啊。想我哋知啊，唔准睇啊！佢叫你去死，你唔去死，哼！
冇料到嘅。等佢嚟啦。呢封系范老大打出嚟嘅电报，一共二十几封，每封都系打俾唔同人名、唔同国家地方收嘅，里边咩都冇，净系得几个号码。詹生电话，詹生，我而家离开火葬场，带佢哋上船。系，詹生。几年啫，成条船都唔知迟乜，系边个搞成咁啊？边个出啲主意，有啲咁嘅颜色？嗰啲系咩？垃圾，成堆都冇人执，所以话啫，俾啲好嘢个人家，人哋唔识搞，都变咗垃圾。立你老母，好，真的冇大冇细，个牌喺边？阿基，你话做大佬嘅都咁反骨，啲靓点服佢？你讲定唔讲？架船我可以俾翻你，架船本来就系我嘅，我俾多一千万你，买翻我对脚啊！一千万够你过世？你叫我信你，我仲点信你？你唔好嘥时间啦。叫咗你唔好打开佢噶啦嘛！范叔呃你啊！范叔，
你哋截曬啲人喺度。大佬，入唔入去？無謂得罪詹永飛啊！走啦。晏昼到而家都冇人嚟，啲人几时嚟唔关你事，唔好再嚟叽叽格格啦。对唔住，我多问下啫。对唔住，冇人嚟又点啊？中意坐到天光唔得噶。喂，老友，如果你入去拜范老大嘅话，尖生叫你最好唔好入去噃。喂，你听唔听到啊？你入去真系唔俾尖生啫。有客到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谢礼。雞，對唔住，我照顧唔到范叔。我知道大家都好辛苦。范叔都算在天有靈，你可以翻嚟同佢報仇。我以後都唔再賭，我今次翻嚟係想過翻啲普通生活，我想揾翻個女。你的保重。有客到，我收到范叔的电报，是他叫我回来，有些东西他叫我交给你。不用给我了。仲认唔认得我？哼，上车。你都知道，就嚟有个亚洲赌局，我想你帮我，不过我想你输。我随时可以准备$10,000俾你，只要你岌头就得啦。对不住，我已经不再赌了。你不赌？七倍。既然你不赌的，我亦不会勉强你。不过，如果你真的要赌，我很希望你帮我，因为我今次输不起。你放心，我话过唔到就唔到啦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开车。詹生，手机翻咗嚟，佢啱嚟开殡仪馆。冇话姓咩啊，但你见到就知噶啦。你几时翻嚟？今日，我哋个女。喺你哋嗰度。
过嚟呀？表哥，几时出嚟噶？欣欣呢？你翻得嚟啱啦，你个女喺入边啊，快啲打翻佢扯啊！阿杰啊，阿杰啊，你听我讲啊，入去睇佢搞乜鬼嘢？之后冇人敢理佢，系人掂亲佢都打，佢而家唔认得你系佢老豆啦。欣欣，阿杰啊，欣欣有事噶，系我老婆叫我咁做嘅。系咯系咯，嚟啦嚟啦！鬼嘢赖晒我啦，死残！你做咩锁住佢啊？人嚟噶。有些事一世都不会变，还是八年前的 Green Island， 但有些事就变得很犀利，时间可以将垃圾变成石油。你现在像什么啊？等什么啫？你现在只有两条路，一是就执一架赌船搞个地样，
一系就整好佢重新嚟过。喺度睇人谈情做咩啫？有咩用啊？喺嗰阵时，为咗做亚洲第一快手，可以连我都唔要。而家为咗个女，就连亚洲第一快手都唔做。爸爸有个仔啊！唔使惊吓，爸爸帮你打死佢。嘅啫，死得抵，真系死得抵，俾亚洲第一快手打死，真系抵死。唔好意思，咦，佢两个咧？佢话佢知道应该点做，所以先走先啦。我都走啦。呢份礼物送俾你 ，Happy Birthday， 少少意思啫。不过你已经有一份最好嘅礼物啦。拜拜，拜拜。我同你咁老友都唔知道你今日生日，条女都几长情啊。哎呀，落地。Excuse me, 鬼佬。Hi， 唉，詹生想见你。你同我话俾佢听，我唔想见佢。喂喂，唔系玩你啊，兄弟，我叫阿炮。你俾我。叫人啦！爆啊！高记，你系唔叫人噶喎？我都唔记得你黏住咗个嘴添。唉，唔好意思，两个老豆喺度都唔知道叫边个好。喂，老襟，我老婆揾你有啲嘢倾。喂，上次你鬼鬼祟祟嚟揾我老婆，睇你倾得唔系几够喉。今日我特登叫佢嚟等你倾餐饱。你放咗佢，你试下出嚟啊！你出嚟，我一枪打爆个头！你唔使咁恶死啊嘛！家姐唔系我嚟同你倾偈啊，系我老婆嚟同你倾偈啊！讲啊！我想要翻个女。讲俾自己听啊！我想要翻个女啊！啊，听到啦，原来系个阿妈想要翻个女。好啦，而家好简单啦。嗱。如果两日之内你唔嚟攞人咧，我就唔敢担保可唔可以成个完整咁俾翻你啦。冇错啊！哥，冬景去做咩？仲走？对不住，阿杰啊，对不住，连累你，我想我不可以再搞住你。不怕，咪咁傻啦，我都冇嘢。唔好啦，
我自己有自己打算，你翻入去啦。喂，你翻入去啦。阿杰，我话咗俾嘉怡知，佢而家去揾詹永飞。我知我对你唔住，呢啲钱系你留低，俾翻你。唔使。唔好同佢哋斗，阿炮 short 嘅。你自己为自己打算下，欣欣我点都要攞翻。你咁多事同人撑咩啫？你想去咪斩死，范叔咪俾你整得死啊！佢几时会惊你啊？你算咩我？你就因为范叔，衰我预咗。几好身手，今日差唔多，下次再倾。系，先生。你知我上嚟做咩嘅啦？咁俾面，而家就上嚟揾我？人人呢？就咁上嚟攞人，你系边个啊？两手掉掉咁啊，踩上嚟啊！你想点咪即管开声，唔使揾个细路女嚟打桩啊！啊，你好嘢，仲知道边个喺度做紧桩？错啦，话晒我哋都系师兄弟，既然你一场嚟到，叫你就咁走，你就唔甘心嘅，但系叫我放人，我又唔开心啊！嗱，俾个餐屎你，同你赌铺，赢咗嘅带条靓妹走，输咗嘅，随正条底裤行翻出去啊！呢副系新牌嚟 ，check 下。唔使。我赌咗咁多年，从来未同过唔出名嘅人赌，你系第一个，当我俾面老范。到唔到？我哋简单啲，攞到 blackjack 算你赢。你攞咗两只烟，喺拜拜之前，你将两只竹卡换咗两只烟，四只烟都俾你控制住，我根本冇可能攞到白只。你好嘢，我唔够你快，我输。
着住嗰件衫。死！我衰，我认，我会将住你底裤行翻出去。起码我上嚟撑过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翻嚟揾佢。哎呀，喂，老襟，好彩你嚟得快啫，唔系你争啲 miss 咗头先啲精彩镜头啊！你终于上嚟，我以后唔会再赌噶，你收手啦。收手？我预咗玩到底嘅，仇杰，你系亚洲第一快手，亚洲赌局只有你同我玩，你点会放弃噶？俾翻个女我，你想乜都得。我点信得过你？除非你摆得你只快手。我预咗你会咁讲噶啦。做咩，欣欣？爸爸，你家你走啊！欣欣，嚟啊！你点啊？系我自己斩咗只手俾佢。如果唔系，詹永飞唔会就咁算数啊！冇讲咁多，嚟啦！
早餐送咖啡奶茶。早餐送咖啡奶茶。早餐送咖啡奶茶。阿生要啲咩咁咧？揾只热狗啊，唔该。好啊。檸茶。喂，我叫冻檸茶啊。你只系话檸茶啫喎。浓嘅都听到啦。摊冻先饮咩？对唔住。喂喂，咁你有咩我睇啦？唔好啊！雞爺，係咪想拉大佢先？嚇！唔好意思，咩唔好意思啊？放開我！坐，坐低先啦，飲啲嘢嚟啊！雞爺，係你自己贊成開快餐店嘅。死心啦，好唔好？我而家话执咗佢得唔得？你乖唔乖啊？乖。嗯。我今日同佢翻学校攞新校服，佢玩到都唔想走啊。系啊，坐啊。阿姨今日带我去买科学嘅书同埋衫添，仲有带我去食咩飞话？布飞。系啊，布飞啊。布飞啊。我唔阻住你哋啦。仲有咩可以帮你嘅？呢排全靠你凑住欣欣嘅，估唔到佢咁跟你喎。过几日我就翻美国啦。咁快就走啦？我仲以为你会凑埋佢开学添。咁凑完之后又有第二样嘢做，咁我咪唔使走？可以唔走咪唔好走咯。唔系嘛？连凑欣欣嘅人工都悭翻啊！其实今次回来最重要的就是将反叔的东西给你，估不到就是这件事没做到。那些东西我不会再碰的。你就死心，但鸡翼不甘心的。最无辜的就是阿妹丁，她不敢告诉她她有了 BB。雞翼成日都唔知去咗边，俾个机会佢攞反叔啲嘢出嚟，睇下可唔可以帮到佢。冇第二个办法啦咩？我就系惊佢用第二个办法啦。詹生电话，詹，佢哋而家到咗火葬场，只死老狐狸啊！
封信。你两个喺度做咩啊？知唔知有人跟住你哋噶？我攞反手啲嘢，睇下帮唔帮到你啊！快餐店先啦，俾个箱我，记住啊，后边嗰条路走。我要同埋你一齐去。你唔跟得我去噶？你知唔知我担心你噶？有人跟住我哋啊！上车啊！我唔想你有事。开车。对不住，我不知道会搞成咁。不过我谂今日会冇事嘅。你攞翻去交俾阿杰，唔该你停车。你知道我唔可以冇咗鸡翼，唔该你停车。小食店又卖船，搵咁多花神用咩啫？我硬唔信你就咁就算。掉个盒过嚟。掉到咁远发脾气啊？信唔信我阵间连底裤除埋你啦？啊！哎呀！我阵啦，有冇人啊？入边冇人嘅，嚟入去唞下。点啊？冇事啊嘛？冇事，冇事嘅。你着脚点样？冇啊！只脚点样啊？你而家觉得点？痛唔痛啊？唔紧要，唔痛啊。整到咁样都话唔痛？我话痛啊，咁你点帮啊？
上船啦！上船啦！要撑就一齐撑落去。佢哋揾我一个人关你咩事啊？我系你条女，你咁样叫我一个人走？我一个人都理唔掂啊，仲要理埋个弊嘅？咁多王安撑得落去啦，我仲可以企得住。仲可以企得住？唔好讲，你企俾我睇，你企俾我睇啊！你走，上船啦！我唔掂嘅，唔玩。你点样？我一定要喺你身边。你唔好赶我走啊！起身啊，上船。现在剩下我独行，妹丁啊！我让心声一一讲你知，从来无人明白我，唯因你给我好日子。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，多少风波都愿闯，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。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，不可猜测总有天意，才珍惜相处的日子。道别话亦未多讲，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。沉沉睡了，分享今生的日子，活着但是没灵魂，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。情浓完全明白了，才甘心披上孤独衣。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，当天一起不自知，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。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，只
想解释当我不智，如今想倾诉讲谁知，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。沉睡了，谁分享今生的日子？活着但是没灵魂，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。情浓完全明白了，才甘心披上孤独衣。有你有我有情，有天有海有地。当天一起不自知，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。有你有我有情，有生有死有义。只想解释当我不智，如今想倾诉讲谁知，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。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。五年前一役，至今耿耿于怀，但又力不从心，只好寄望于你。亚洲赌局应即将开始，亦该是报仇之时，为庆幸得赌神玉牌，但知你本性，凡事皆凭个人意志，不欲假手于人，故使用此牌与否，由你决定。能用自己能力获胜，当然更加光荣，得报此仇，为师定必含笑于九泉之下。今据瑞士银行本票美金2000万作为参赛之用，凡叔。占领地喺边度？做乜你喺鱼排唔杀咗我，等我翻嚟揾你咁笨？阿杰，你的功夫仲系咁犀利，上次我哋倾嘅仲生效，你应承我唔到，所以今日你唔可以赢。如果你赢，就即系我输，
佢揾你做咩？冇嘢。点啊？一万。唔去。得噶啦，我会搞掂噶。今次靠晒你啦。放心。欢迎，欢迎啊！欢迎，我系呢个赌局嘅公正，四位参赛者请入场。老杨，呢个钟你孭好重飞喎，赌钟做乜出手咁重？我不嬲中意捧冷碗，你都知噶。一赔二十，俾你打到一赔十，你都几狼噶喎？用二千万美金博二亿，博得过啊？中间嗰位系亚洲区主拉斯维加斯荣誉顾问，左边嗰位系赌业协会执行会长，右边嗰位系国际公正协会亚洲区会长。一切嘅裁决由几位大会嘅监场负责。比赛以十一局定胜负，边个赢得最多嘅就系今届嘅赌王。参赛者不得擅自离座。其他細節以國際賭例為原則，比賽正式開始。馮生葵先生，佔永輝街磚十，阿傑街磚八。街磚十還是？十八。三一批还是五十万，大多你五十万。阿杰唔去，我都唔去，我跟。街砖七还是一百万。花面话事 ，show hand。三一啤姐，睇你面真系花。街砖花样，输家即时离场。咁戆居，三一啤都搏。你就戆居，人哋特登过啲钱俾佢噶。港赌本而家占永飞最多啊。梅花即话事，你话事。一万，唔去。占永飞梅花六，你葵扇七，你话事。一万。跟。你梅花八，梅花九还是一百万？我唔去。而家系第三局开始，占永飞系街砖六，而阿杰嘅咧就系葵扇四。红心六还是一万？大一百万，唔去，我都唔去。街砖倾话事，一百万，唔去，唔去。
我想 cut 牌。我要 cut 牌。哎，帮我烧三只，唔该。李鸿心倾，詹永飞皆专倾。葵先倾话事，一百万，我跟。葵仙女话事，苏兄，我跟。三，葵善三爷，输家请离场。而家系最后一局，烧五只。唔該，同我燒剩十隻。詹永飛佢唔使講。照我計算，你而家剩翻落嚟嘅錢大約仲有1,500,000。我蘇慶，好中意啊！第一隻牌又蘇慶，你而家冇得選擇，因為呢一局係最後一局。如果你唔跟，你就會輸。我想问一问监场，根据国际赌例，是不是所有参赛者带得入会场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可以做赌本呢？绝对可以。唔该，好，我就同你赌命，我就同你赌命。我敢同我赌命，真系赢梗，转头怼冧你好过。我唔去。
上届赌王自动弃权。吊起唔信啊？咁冇意思嘅？咪行住，你唔想睇下底牌咩？顶住啊！仲有样嘢你仲顶住啊？估唔到50蚊喺街边买嘅肉牌，可以赢到亚洲赌王嘅4000万。我哋三兄弟可以再喺埋一齐，以前嘅恩恩怨怨算数啦。老杨，你输钱，有人系赢钱。詹永飞叫人喺我度买咗500万美金，自己输，我啊照跟，将全部买你度。记住，系一赔十嘅。有冇帮詹永飞落注买佢自己输啊？买咗啦，所以而家要同佢斗快。如果佢唔死，俾佢出到手先咧，我哋就死硬噶啦。真正嘅赌局而家先开始。你令我输好多钱啊！我做咩要攞条命嚟同佢搏啊？大把时间，钱迟早同你搵翻。放心，我没事的。你赢那局很多人都输钱，这段时间可能会乱一阵。等静一静之后，我会叫你回来的。好，开船吧。